现在都颇受好评。对，我自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没有办法照镜子。所以你的哥不是常打空？他觉得我都漂亮。二月份左右，二月中的时候，那时候关心他的身体状况，所以就对内容就不分享了啦。但那时候他跟我讲说他会好好的，叫我不要担心。我觉得难过会是一直的啦，对，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好、很善良的女生，然后也很照顾我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对啊，希望他可以现在没有病、没有痛，然后很开心当他的天使。